因为很多人他原来是没有用过这些电子产品的，很多人他以前是用的很少，由于现在更方便使用了，所以他用的频率就高了，就如同电脑一样，如同这个 QQ 一样，如同 MSN 一样。那这些公司因为使用者多了，他的广告收入就多了，因此他的营收就成长的多了，所以这是科技股跟传统股所不一样的地方。台湾也是一个例子，有谁知道台湾电子股成交量通常在台湾的股票市场的成交量百分之多少？有谁知道举手？多少？哎，我听到有人悄悄说60，没有错。最差的时候，正常情况最差也会有55以上，最差。最多的时候，我印象中会到70%几。所以往往电子股或者是科技股，它会是股票市场的主流。所以如果说你投资的公司，你享有公司的股票的选择权或虚拟股票选择权，你是一个科技公司的话，那成长的几率空间相对就大了。所以这是一个正向循环，一个正向循环，公司业绩成长，它会带来公司的获利盈余的成长，盈余成长，我们常提到每股盈余就增加提高了，股价就会提升了。股价提升之后呢，不论你手上是哪有股票选择权或者虚拟股票选择权，这个时候你执行了这个虚拟股票选择权，你获得的利润就高了。如同我们刚举例子，那股价涨到5块钱的时候，你就一股赚的是4.3块美金，所以呢，这是一个正向循环。由于公司员工，由于股东，由于会员的努力，公司业绩成长，获利增加，股价提升，选择权执行的时候呢，你利润就高。所以我说，公司成长跟会员的利润是息息相关，互为因果的。我们看到这个图案，心里想，真是团结力量大。每公司要能成长，是靠每一个员工。去年我除了每一个员工之外，还要增加每一个会员的努力跟支持，由于这样的才能够产生我刚才介绍的正向循环，正向循环也能够共同努力呢，这一群蚂蚁最后到幕后去享受苹果去了。那我记得有个广告说思思有两种，网络公司有很多种，直销公司也有很多种。讯联网跟其他的直销公司不一样，是我们的产品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不是卖食品，我们不是卖一些保养品，我们卖这些网络科技的产品，我们卖的是通讯的产品。这些产品呢，使得讯联网在目前的这个业界呢，即使不是唯一，也是非常少数在台面上。所以在这边我有幸在这边跟大家见面，我也要恭喜大家能够加入这个团队，能够成为讯联网的会员。因为讯联网未来的成功，讯联网所能带来的利润就在我们的手中。谢谢大家。好，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我们 Michael。 好，我们可以问 Michael 精彩的说明跟分享。其实 Michael 接下来在讯联网除了担任财务顾问之外呢，接下来会请他的权力协助我们推广在整个大中华的市场。那在上个礼拜我们的执行长还有总经理都还在夏威夷参加全球领导人的会议。好，那马不停蹄的今天就来到高雄，欢迎我们的总经理。各位我们亲爱的高雄的InterRush 的嘉宾，我们 InterRush 的伙伴，大家午安，大家好。在上次在这里见到各位是5月的全球发表会，那很开心今天又能够带着这些最新的一些进度的报告再次与各位见面。
在这短短只有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公司能够有这么多，能够再带这么多的东西来跟各位报告，我这是我过去在我过去服务的大型的国际企业里面完全没有感受到的，就是快速的一个这工作的进度的这个发展。那我会认为说，这一切就是呈现我们的公司现在正是以高速的成长在进行着。那身为台湾区总经理，能够在这个阶段跟台湾所有的伙伴，还有我们公司全公司的一个行政团队参与在从零开始一直到进入现在的高速度一个成长，是让我觉得我感到前所未有的一个成就感，跟一个非常开心跟兴奋的心情跟大家一起工作。那因为我有参与幕后的一个行政团队的工作，让我很清楚的已经感受到我们的目标就已经在眼前，我们的成功就已经在眼前了。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要感谢一直以来每一位亲爱的伙伴与我们共同的努力。其实不管是不是高阶领导人，对我而言，每一位的伙伴都是我心目中未经雕琢的钻石的原石。